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讨论因为说话所引起来的一些问题。譬如说有些妇女呢常常喜欢聚在一起聊天，东家长西家短，这算不算两舌呢？那么如果老师或者是父母责备管教子女的时候怒目相向，那这又算不算恶口呢？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妇女有的时候常喜欢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天，那么难免就会说到东家长啊西家短啊，那这算不算是两舌？要看他们究竟谈的是什么。在这个东家长啊西家短啊，如果说东家长啊，他这长的确是有很多好处，但是讲短处总是不是很好的事啊。讲人家的长处可以让大家来学习，让大家能够增长自己的见闻。讲人家的短处啊，这总是不好的，在背后讲人家短处啊，还有呢再来挑拨一下，那更糟糕。所以挑拨呢，对张家的太太说啊，哎，李太太说你很糟糕啊，很坏啊，那在李太太那边讲了，哎呀，张太太啊，老是说你坏话呀，其实都是这个中间的这一个人呢，搬弄是非。本来张太太、李太太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嫌隙在里头，但是呢，因为有一个中间的一个人在中间呢，传话，不仅仅是传话，根本就是制造话。制造话让两边听起来都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两边都会讲话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了两家人家呢变成仇人。是，那么这个两舌的人啊，会让这个两家人啊，就是两边的人都受害。那么自己说话两舌的人，他会不会又受害呢？在开始的时候啊，他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能够啊指挥支配两方面的人，是好像把你们玩弄于股掌，玩弄于股掌之上，而用这边的力量来压下这一边，用这边的力量来利用那一边，他这个一个人呢利用两边，使得两边的人斗，而他中间呢他自己可以得到利益的，他不会啊受到损失，他的目的可能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终究啊，这两边都知道了以后呢，两边都把他当这个中间的那个人当仇人。还有如果给第三个第四个人听到了知道了以后啊，大家晓得这个人是挑拨是非的人，这个张家呀李家呀就是被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呢挑拨成为这样这个仇人的，所以这个人是很可怕的人，最好远离他。那因此呢，结果受害者是他自己本人了。所以是呢，往这个长远的看，挑拨是非的人，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是非的一个受害者。否则的话呢，他永远得利益的这种事情是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有这种智慧，就是说来说是非者即为是非人，他如果常常来给你搬弄是非的话，要小心，可能他就是那个挑拨是非的人，是不是？ 对，还有呢，人不要被人家挑拨，耳朵不要那么软，人家挑拨的时候你先听下来以后不要马上啊有反应，然后最好呢问当事人去，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有这么个误会，那这样子就马上澄清，澄清了以后下边再挑拨没有用了。是，所以谣言自己自责，自己呢听到人家来挑拨是非，自己呢不参加意见，就是人家骂你骂得你这么凶，说你某某人在骂你，那你一笑置之，你说这个人一定是误会我了，我对他没有什么，我认为他这个蛮好的一个人，我倒没觉得他怎么坏，
他以为我这么坏，可能中间一定有误解，一定有误会，我们找个时间呢、啊嗯、来、找个时间要叫他我们了解一下，也许对方根本就是把你恨得热锅，因为他认为你那么坏，没关系，找另外的第三者再去从中啊再了解一下情况是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啊，这个谣言呢就没有了，挑拨的事情呢就不会出现了。是，那么在办公室里面啊，也常常会有一些言语引起来的困扰和问题，譬如说有些同事常常聚在一起啊互吐苦水，或者有的时候呢几个比如说这个好的同事会说哎呀会在一起，然后说因为我的工作不好是来批评另外一个同事啊，那么像这样子师傅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两舌，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这个也是正常啊，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多几个同事，一定是啊有几个跟几个朋友啊在一起啊，是吧，他们这几个人谈得来，另外几个人也谈不来，是他一定会有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应该呢当事人呢、啊、要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要计较这种事情。你另外一边人来说你们这一边的人怎么不好的时候，最好呢充耳不闻，一笑置之，那下边打次事情不会打起来。否则的话呢，两边形成两个这个并垒分明，那形成两个阵容啊，那互相对立，那互相斗争，那这个团体也是很糟糕，那就直接朋友全部都没有了。有些话听起来很伤人，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要让被这句话所伤的话，其实自己还是可以比较豁达大度一点的来看这件事情。可能用从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个观点来讲、啊、是他讲话是他不是我，他讲的是他看到的说我这么坏是他的看法不是我，那我不必要这么生气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修养的话，这种问题也不存在。是，谢谢师父的开示。那不晓得您是不是能把这样子的智慧运用在你的生活里呢？也欢迎您下次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